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迎接新的一年，我们总是昂扬向上，满怀期许。我想拉开今晚舞台序幕的这首《画眉跳恰》，最是能够表达大家此时此刻内心的欢腾和喜悦。那事不宜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汕头潮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潮州小锣鼓《画眉跳恰》，掌声有请。精彩演绎。对于咱们潮汕人来说，潮乐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基因，其中弦声乐、更是一种带有潮汕独有印记的演奏形式。琴笛合奏，丝弦共鸣，韵味如诗，让我们在这美丽的环境当中，伴随着淡淡的海风，一起来欣赏汕头潮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潮州弦诗乐《一湾春绿》，掌声欢迎。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汕头市伏羲龙狮团带来的醒狮表演雄狮献瑞，掌声有请。Thank you.
感谢为我们带来盛世欢歌的老师们，真是多才多艺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潮州唢呐曲一路送粮一路歌。这首唢呐曲主奏为韵味独特的潮州小唢呐，欢快跳跃的节奏渲染了喜庆热烈的气氛，表现出大获丰收的农民喜送公粮的情景，音乐情绪饱满，形象生动。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欣赏由汕头潮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潮州唢呐曲一路送粮一路歌，掌声欢迎。
感谢各位演奏者。近年来啊，咱们汕头可谓是喜讯频传。就在昨天，汕汕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汕头逐渐编织起一张便捷高效的轨道网络，并以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经济特区的崭新图景，向八方游客和海内外乡亲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恰逢佳节，让我们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道一句：请到山头走一走。下面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何匡勇老师带来的调曲《请到山头走一走》，有请何老师。Thank you.
感谢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此情此景也让我联想到了咱们潮州音乐里头的一部经典的笛套音乐作品《登楼》。欢快热烈的旋律描写的正是大闹花灯、欢庆佳节、国泰民安的场景。下面请欣赏由汕头潮乐团带来的笛套音乐《登楼》，掌声有请。Thank you.
光流转，节气轮回，一年365天又走到了岁末。接下来，让我们伴随着24节气鼓，回看2023的点点滴滴，在气势磅礴的鼓声中扬帆向前。请欣赏由金平区非遗保护单位汕头市潮汕李家教群系传承中心带来的24节气鼓起帆。李家教群系传承中心近年来在各大赛事中屡获佳绩，带领潮汕非遗文化活力出圈，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演，掌声有请。大家